厉害，吃冰最好了。你抓冰洗要加什么料？哦，一定是绿豆。绿豆还有呢？花生。花生。爱玉。爱玉。爱玉。然后黑糖。你喜欢黑糖？黑糖糖浆。我不喜欢那个叫砂糖。不是，不，另外一个是乳酪，是那个奶。哦，奶酪。奶酪吗？是奶酪。炼乳啦。炼乳。都想不到。对，那你们呢？你们比较喜欢雪花还是？我因为无法做选择，我都会点八宝。我都点八宝，无法做选择，无法太多料。我喜欢那个燕麦，我喜欢绿豆、红豆、大豆都很好吃。对，差不多了。你这样在八宝就八宝了。我是一定要加凤梨。凤梨，然后有时候芋头，我这人就怪了，煮的芋头我不吃，但放在冰的芋头我会吃。哎，为什么是甜？你喜欢甜芋头？对，我应该是喜欢甜芋头。对，然后地瓜也不错，藕泥，然后荤泥荤桂这种东西我都很喜欢。Heavy 我很 local， 传统的炸冰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加花生啊，我是荤桂一定要啊。荤桂，对啊，荤桂，你有吃过荤桂吗？没有哎，就黄色软软的那种。哦，荤桂不错。对，叉冰最深的印象应该是会家里都会放那个什么百香果酱，你们家里会放？对，很香。以前小时候都会自己在搓。在家里自己在搓。再为你推荐一下，是吧？你有在纽约搓哈？对，这样纽约比较冷的。你有吃过凤梨罐头吗？凤梨罐头很好吃啊。你把它切成冰。是哦，你放冷冻库，把它切成冰，然后变它就变凤梨冰了，冰沙，对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甜，它就变凤梨冰沙，超好吃。还有一个养乐多啊，养乐多可以，养乐多可以，养乐多非常好，养乐多也是小时候对，当初来台湾就是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吃的就是刨冰了，真的，对啊，因为想说哇，夏天炎热的时候。吃这个真的是，你回来台湾算几年？十几年，11、12。但是你小时候你有常回来台湾吗？没有，暑假，然后是初一的时候啊，来 long stay， 那就是 long vacation 嘛，啊，就是暑假的时候来两个月，是，哦，天哪，那个真的是在这边很热，记得，可是纽约夏天不热，是，但是这是干热，啊，是不一样，对，台湾是闷的，对，台湾是潮湿的热，对啊，所以你再回来就是十几年前整，然后回来就待很久，对，就真的是搬过来了。那你会想念纽约的生活吗？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吧？好吧，这段危险的时间不会。这段时间就比较想要在家里好好的。当然，爸爸妈妈对自己全家人安全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绿豆荤桂。红豆芋头。这个是什么？就绿豆爱玉。布丁。然后有凤梨。凤梨。我有闻到凤梨味啊。对，有。你说从哪里是凤？这个是凤梨。对，凤梨。嗯，对。哇，漂亮。这个在里哦，这个荤桂好好吃哦。好软，好 Q。可以，当然欢迎。黄色还橘色？黄色。对啊。那橘色是凤梨冻，你不要捞太多。这一块了，这个是凤梨冻，这个很够味。然后这是荤桂，荤桂其实没有味道，它就是它碰上什么东西，对，它就是碰上什么它就变成什么味道。嗯，好好吃哦，夏天吃冰一定要加凤梨。还好我们刚挑战你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不会嘛，谢谢大家。不是，你刚刚有可以加料啊。对，你刚刚有帽子有顶到啊？对，我们刚好没有。他们是两姐妹。其实这个蛋挞，这个是我们招牌，哦，厉害啊！这是蛋糕呀，这一条绵绵冰，这绵绵冰哦，对，我以为是蛋糕皮，好绵的感觉，哇，好绵哦！它是纽西兰奶粉打的哦，哇，而且不会太甜，嗯，完全不死甜，嗯。好吃，在外面吃不到，只有我们自己有。这个好吃，这是双麒麟来的啦，比双麒麟更好吃。因为双麒麟有时候太软，它这个是有颗粒的。我的荤桂不要浪费。它太 Q 了，会跳。对，它会跳，它一直在跳动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太 Q 了。嗯，这个厉害，所以你们把它做成冰砖，然后自己再下去打。没有，我们是手工这样子。用挖的。对，用挖的。哇。
这是传统的台式冰淇淋，对不对？那种把布会推会推的那种，有类似类似类似，可是它这个口感更厉害，我不会说这个口感，但是这个口感有点像双麒麟，但是它又是有颗粒的双麒麟，它是双麒麟的软韧跟绵密，可是它又有颗粒，真的绵绵冰是最好形容它的方式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对，可是因为一般绵绵冰都是奶。对对对对，可是他这个，对对，他这个太难，他这个完全不会，他这好好吃哦，麻烦你多给他们几个汤匙啊，真的真的让大家分享，这个好好吃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是妖兽的，我现在吃回来这个，我的是清冰，我的没加牛奶，所以我的落差很大，我还是回来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很好，这味道很好，这味道超好。可是我一直很想把刨冰带去国外做，是我也是啊，很想把它带，我也是啊。你想去哪里？做到什么贵？可以做那种水果刨冰，或者是红豆那一些外国人懂的食材的刨冰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做。可是我是想把台湾这样子的原汁原料，比如说绿豆、红豆、对，花生这种东西带过去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我要贵什么的，我觉得晚一点。可是我有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南非有没有绿豆，有没有红豆？有，都可以煮出这样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豆子在国外是主食嘛，豆类。嗯，国外外国人常吃豆，要不要？就从南非开始，我们从南非开始开连锁，真的。走走，我们线下主持棒了，走了，我们就开创冰店，创业，说动就动，说走就走，多积极有没有？要不要跟我们创业？走，我们改节目要去创业去，啊，纽约分部就你了，南非部长就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加州可以，我去加州，巴厘岛我也可以，巴厘岛我也可以，我可以管两个地方，可以这样飞嘛。我们吃完了，那难得来到苗栗，还有什么样工作可以推荐我们去体验一下？对，我们院里啊，那个椒埔里，椒埔里，对，果农产销班，李三叔，李三叔是什么？你去了就知道哦。好，特别奇妙的地方，很特别奇妙的地方，好，害怕，害怕。很害怕，但是你们的冰真的好好吃哦，谢谢你们，太好吃了，来苗栗一定要来这边吃冰，真的很赞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地方是农场吗？采过蛋，采文蛋，采蛋，文蛋是什么？柚子。文旦是柚子，对啊，可是我们弄过柚子啊，我们去年的时候同样的时间啊，做柚子的清洗用品，因为柚子在每年在这个季节都会盛产，对，那不一定都吃得完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就可以用那柚子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很多，对，有谁吃过柚子皮啊？柚子皮，没有了，为什么要吃柚子？就是外面那个皮剥掉的时候，它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吗？吃过吗，各位？好像有吃过啊。你们不觉得很苦吗？很苦啊，我没有吃过了。很苦，真的很苦啊。我跟你等一下可以吃一下，试试看。对啊，那个苦死你！天啊，那我第一次吃到柚子皮，我就觉得傻眼，我还以为柚子。那你为什么要吃柚子皮？不是，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。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剥开，感觉好像橘子一样，我看剥一开，剥，那你朋友都不告诉你了？没有，就是在这个没有，这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吃到我的舌头麻掉，太苦了，苦到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椰子树超巨大，来，走了，打工，哇，开门。不想开门哦，哇！你看这两棵椰子树，哇，好大，哇！它那个是椰子吗？你看它长出来那个，它那个是什么？好奇怪，好奇怪！等一下来问问看，这边有一位，它旁边都是蚊子，我们不要靠近，蚊子啦，蚊子，大哥，大哥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我们来录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我是李李人，是，吴宇威，耿娜，我们来这边农场，所以要打工。刚好啊，我们这里是一个做地方的社造跟环境教育的地方。社造是什么意思？社区营造啊，社区营造是用环境保护跟生态保育的角度来做社区营造。哦，刚好我们在这里有辅导农友用比较友善环境的方式来种柑橘果树。柑橘果。那现在刚好是中秋文旦要采收的季节，各位要体验一下去山坡地采文旦吗？文旦是什么？文旦柚子啊。
柚子，中秋节吃的那个柚子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这个椰子树啊，它为什么上面长茄子？那个是它的花鞘，它的花。这个是椰子，但是这个不是可以吃的那种，这个叫大王椰子。大王椰子不就是长椰子那个一串的椰子吗？可是它不会结那个椰子果，所以它那个是会开花吗？对对对，会开花。它很大吗？它的花？一大串哦，真的，橘色，就像槟榔花这样整串这样。对，没错。哦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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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就像它旁边干掉的啊。大王椰子没有椰子。没错，没错。不要闹了。爬上去。哎，有啦，也可以。真的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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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好。这个长六十几年了。六十几年了，哇，不得了哦。那我们要换装对吧？嗯，对。你要换装哦。去到那里，我们可能就是像雨鞋，你们。穿的都比较休闲，你们之后去海边玩吗？很像哦，很像，对不对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们刚去采这个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这里也有，是吧？一样的嘛，应该同一家的哦。我们刚刚就去做这个啊，蔺草啊。来月里，哎，你为什么有洞？特殊设计哦，比较通风啊，很厉害，很难编的，你会吗？我不会，我们会，我们会。骄傲什么？骄傲什么？好了，来帮你采柚子。我们先换装先，走。好，咻，好走。膝盖开始痛了啊！开始要吃维苦力，还是要吃点苦。我们翻过这一个小丘陵，接下来就下坡了啊！我们就在前面啊！我膝盖痛，安东真假？我没有在演戏。哎，这是龙眼吗？哎，龙眼哇，好多哦！哦，这龙眼树哦，哎呦，可以吃了吗？哎，好像可以。你就放着让它这样可以，你很熟哎，你都知道来果园有很多可以当场吃的。来，我们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好吃，今年第一颗龙眼。等一下，除了龙眼，其实这个农友他果园里有还有种其他新的水果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柑橘类啊，为什么要帮他上白粉？这个啊，就像你们刚刚出发的时候也有抹防晒乳液是一样的意思。是防晒？对，因为这个是茂谷柑。茂谷柑它这个季节长的时候西晒会晒伤，然后会坏掉。所以农夫勤劳一点，就要在果实朝西的这一边给它涂上哦，是啊，碳酸钙一颗涂上，然后一颗一颗涂，对啊，勤劳的是一颗一颗。我们之前套袋一颗一颗套啊，对，对啊，它是喷什么？它是喷一种就是碳酸钙，然后它会加一点就是树脂，然后稍微稀释。啊，为什么柚子不用喷？柚子比较不会有这种晒伤的问题，因为柚子的果皮比较厚啊，这个的果皮比较嫩，比较薄。不是的，刚刚那个大哥说的，我跟你讲，越过这座小山哦，就是下坡了啊。那你们想看回去之后，也是要越过这座高山才会垂得去哦。哇，这柚子好大，好大啊，巨大。那边采就好了吗？哦，没有，这是另外一种叫做白柚。啊，白柚，白柚可以长很大，要再等一个半月。它还要再，它虽然比较大，但是它其实还没有真的长。哎，好家伙，白柚也蛮好，白柚蛮好吃的。前面这里呢，就到了我们的那个柚子。哇，我好怕梯田的，我最怕梯田了。我们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张先生，快点加，快点加，有没有开宾馆吗？哦，看起来在下面踩的啦。啊，这个声音听起来有，这个听声音是有回音的呢。大哥哥哥哥哥哥哥，我在这里。哎，我知道你在那里。我一直要叫你要不要上来，你不理我。你下来比较快啦。要死，膝盖痛。郑大哥。对。哦，你这个柚子树很漂亮哎。四十几年了。四十几年哦，这是什么品种？文旦柚。文旦，它就是标准的文旦，有文旦叫麻豆文旦，麻豆麻豆在麻豆文旦是一个品种，不是麻豆产的才叫麻豆文旦。OK， 它的品种叫麻豆文旦。麻豆文旦，这个大小都可以摘了，都可以。这个是比较嫩，对不对？多汁吗？哎，对，因为它小小的就可以摘了呢。因为那个季节已经到了嘛，中秋节已经到了嘛，所以可以吃了。它甜度够吗？甜度现在就是刚好采收期啊，一定是可以。真的，我很像甜的，有没有？来，这个还怎么样？好好啊，后面还有，我没有买那么多啦。你太客气了啦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
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